既然来到了成都，我带来了考题啊，我想问一下那个成都的方言啊。可以。完全不懂方言的我，你问我方言。打锤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难道是胸口碎大石？我觉得应该跟这方向应该是有点关系的。打情骂俏吗？打锤是指打架的意思。光懂懂啊，其实呢是指赤条条的意思。赤条条这应该就是光溜溜的意思吧。脱光光。对，哎呀好害羞。哎呀好害羞。好，那就不打扰你了，继续哦。 Let's go。 听了吧。好，听懂了，听懂了。脏衣服这么多你都洗了吧？对不对？脏衣服这么多你都洗了吧？对不对？啊，脏衣服一摸多你都洗了吧？脏衣服这么多你都洗了吧？你看这